世界瞬息万变，宝城世誉财富让你无惧变迁，赢在起点。一边为你无间断增长财富，一边在你灵活跨代传承，俾你响资产增值同财富传承上尽享多样性、灵活性同埋延续性，成就你想嘅财富传承方案，为爱传承。45岁嘅创业家 Sam 凭借过人眼光成为咗富一代。热爱家庭嘅佢，希望太太 Sarah 同女女 Kelly 有持续安逸嘅生活。Sam 想创富之余，都渴望将努力嘅成果世代相传，所以拣咗世誉财富帮佢达标。眨下眼 ，Sam 65岁，佢希望一次过为太太、女女同孙仔做好财产分配安排。Sam 运用世誉财富嘅开支散业选项，将保单一拆为三，为每位挚爱订立专属嘅财富方案，全城大计一步到位。为确保太太 Sarah 日后嘅生活质素， Sam 指定 Sarah 为第一份保单嘅受益人。当 Sam 不幸离世 ，Sarah 亦无需等候遗产承办，立即一笔过获得100%身故赔偿，以现金流即时解决生活所需。Sam 希望及早为孙仔 Keith 嘅未来铺路，指定 Keith 为第二份保单嘅受益人。佢担心孙仔年纪细，冇理财经验去处理一大笔财富，所以透过市场首创嘅身故赔偿支付选择，预先安排自己离世后20年，以每月分期形式发放100%身故赔偿俾孙仔。当 Keith 满35岁或经历人生大事，例如结婚生仔，就可以一笔过收取余下嘅身故赔偿款项，为爱传承之余，同时做到身教效果。Sam 喺孙仔 Keith 25岁时离世，按自己意愿为孙仔未来10年提供每月现金流，而 Keith 喺35岁时可一笔过获得余下嘅款项，确保可以成熟管理自己嘅财产。为咗令第三份保单达至跨代传承嘅效用， Sam 分别委任女女 Kelly 同孙仔 Keith 做保单嘅后续持有人同后备受保人。Sam 离世后 ，Kelly 成为咗保单新持有人 ，Keith 亦成为新受保人。Kelly 可以仿效爸爸嘅做法，委任其他后续持有人同后备受保人，令保单无缝延续。亦可以将保单价值继续滚存，又或者提取部分或全部现金价值去应付自己的开支，或者透过开支散业选项将保单再分拆，妥善分配财富。宝城世誉财富助你建立恒久丰盛财富，为爱传承理想的未来蓝图。